欢迎来到美厅。中年以后，你的五官里藏着你的三观。一，心态的好与坏全都写在脸上。有句老话是，有脸观心，相由心生。这些年见的人多了，愈发觉得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。人的容貌并非只会在岁月的消磨下发生变化，它同样会随着心境的变化而改变。有个朋友平日里一向负能量很重，每次同他聊天都像在听一场小型的吐槽会，仿佛他的生活里没有任何色彩。朋友圈动态里不是抱怨孩子不听话，老公没本事，便是吐槽工作上的不顺心。前阵子参加同学聚会，见到他陡然发现他面色憔悴，脸颊凹陷，身材也消瘦了不少。在一大群同龄人中间坐着，竟显得老上许多。更意外的是，参加聚会的所有人中，看起来最年轻最有活力的，不是班里年龄最小同学，也不是过得最惬意的班花，而是一个上学时性格就大大咧咧的女同学。想起日本文学家大宅壮一曾说过，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。深以为然，到了一定年纪，你的长相里藏着你灵魂的模样。平日里，一个人的内心是常常阴云密布，还是永远晴空万里，从脸上就能猜到七八分。不难发现，生活中消极悲观的人总是习惯眉头紧锁，整个人都透着一股低气压，而心态乐观的人却时常面带笑容，平和开朗，充满朝气和活力。持续的时间久了，容颜自然朝着不同的方向改变。就像一位整容医生在书里写的，再端正的容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一定会随着人心的动荡而此起彼伏。人的脸是一块细腻的布，愁苦会生出相应的皱纹，快乐则会有完全不同的纹路。如果你想要美好的容颜，那你的心境一定要是明媚的。人们常说，人到中年最好的状态是眼中满是故事，脸上不见风霜。一张没有被岁月欺负过的脸，背后不一定是养尊处优的生活，却一定有一个乐观豁达的灵魂。中年生活风雨扑面，百事缠身，唯有内心的明媚才能抵御琐事的消耗，滋养出美好的容颜。二，生活态度如何，你的衣着会说话。之前我曾看过一篇关于杨澜的文章，因为衣着不得体，数次面试被拒的她，顶着乱糟糟的头发被房东太太赶出了家门。她失落地坐在咖啡厅里，不由得心生感慨，没人有义务通过连你都不在意的邋遢外表来看到你优秀的内心。文章下方有位读者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，生了二胎后，她便辞职当起了全职妈妈，每天不是围着孩子打转，就是洗洗涮涮。时间久了，在穿着打扮上就松懈了许多，总觉得收不收拾无所谓。有次女儿班上要开家长会，她兴致冲冲地准备参加，没想到临睡前，小姑娘却轻轻拽了拽她的手，妈妈，我想让小阿姨陪我去。虽说童言无忌，但那一刻她还是感觉自己被刺痛了。那晚她看着镜子里素面朝天，头发随便挽起，穿着发黄的短袖就加居酷的自己，突然意识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她都忽视了生活，也忽视了自己。从那以后，她便有意识地改变自己，开始重新化妆，跟着博主学习穿搭。每天准备好早饭后，先把自己收拾得美美的，再开始一天的忙碌。去年老二读了幼儿园，她重新回到职场后，依旧每天妆容精致，衣着得体。回忆起那段日子，她感慨万千，生活的繁琐，家庭的压力，都不应成为我们放弃打扮自己的理由。
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名媛的郑念曾说过，哪怕风雨摧残，我也有自己的精致和讲究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便会愈发觉得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其实是精致。这种精致与金钱无关，与容貌无关，而是一份对生活的热忱。中年人的世界总是围着票子孩子转，兵荒马乱是常态，一地鸡毛也见怪不怪。一个时时能保持妆容干净、衣着得体的人，身体里一定藏着颗热气腾腾的心。这颗心虽然无法阻止时光的逝去，但却能抵挡岁月的磨砺。好好收拾自己，是对别人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取悦。不需要多么华丽繁复，简单的干净得体便好。认真对待生活的人，才能获得生活的垂青。三，放纵还是自律，身材会替你回答。在网上看过一则提问，自律和不自律的人，人生到底差在哪？有则回答颇为戳心，看看你自己，还有身边人，十年前和现在的对比照就知道了。不知你是否发现，人到中年以后，身边的人会逐渐分成两波。一波人从曾经的翩翩少女、青葱少年，变成了各自发福的油腻中年。而另外一波人却仍旧风姿不减当年，岁月这把猪饲料仿佛对他们失了效。其实，时光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，各种差别就在于自律二字。小龙女李若彤曾在网上晒出了身穿校服的近照，并配文：54岁的我穿上了17岁的同款校服，身形没什么改变，心却比从前更坚定强大了。照片中的她身材纤细，皮肤紧致，和25年前白衣飘飘的神仙姐姐别无二致。令人艳羡的身材背后，离不开多年如一日的自律。他常年坚持运动，即使工作之余，疫情在家，也从未停止。一旦前一晚多吃了一点，接下来几天便会加大锻炼强度，绝不懈怠。他网络上的动态大多与运动有关，还曾向网友分享自己的健身心得。也正因如此，年逾50的他还能拥有让年轻人都望尘莫及的腹肌。想起来有位作家曾说过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天山童姥、不老男神，不过是数十年的克制与坚持而已。深以为然，很多人总是一边看着自己凸起的肚子，一边羡慕别人的好身材，一边暴饮暴食、小病缠身，一边又感慨着岁月不饶人。殊不知，到了喝口凉水都长肉的年纪，自律才是抵抗中年危机的标配。有人说，你有多自律，就有多自由。同样的，你有多自律，便有多美丽。不必追求八块腹肌，天天吃水煮青菜，你只需适当的控制饮食，迈开双脚。人到中年，流下的每一滴汗水，克制的每一个欲望，都是对抗岁月的良药。长久的自律必当踩碎时间的沙漏，赋予你轻盈的身材、健康的体魄。罗素曾说过，一个人的外表就是一个人价值的外观，它藏着你自律的生活，还藏着你正在追求着的人生。年华终究会无情老去，但我们的外表却由自己打造。谁都想活得年轻，老得漂亮，或许以下几个建议对你有用。一，熬夜是年轻的天敌，早睡早起，每天睡够8小时。二，晨起一杯水，多吃果蔬，少沾油腻。三，一周抽出4至5天，每次锻炼1至2小时。四，睡前花10分钟，搭配好明天要穿的衣服。五，多选择简约色系，衣服的质感比款式重要。六，每天提醒自己微笑100次。七，想发火前先冷静10秒钟。八，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，打开书本。
9. 培养一个爱好，唱歌、跳舞、绘画等等。10. 最重要的是永远保持一颗童心。很喜欢一句话，爱生活，爱生命，爱自己，岁月自会让你的一颦一笑都如诗如画。往后余生，愿你过得自律节制，不向岁月低头。愿你心底阳光普照，不为日子忧愁。愿你活得热气腾腾，不惧老之将至。更愿你快乐写在嘴角，幸福挂在眉梢，年轻藏于双眼。订阅每听，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。